人都是需要被鼓励的嘛，那听到称赞当然是很开心，那就希望以后可以再接再厉。其实我以前大学大一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度是想要去念服装设计，那时候念 Parsons 嘛，所以其实是有兴趣的。那我觉得就可能是需要更多去注重一些时尚的一些讯息。Fashion 这个东西啊，真的是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。那我觉得女人一生都会想要让自己变得更美丽，所以会继续好好研究下去。我觉得得奖对演员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啦。那我觉得得奖这种事情真的不需要去抱太多的期待吧。我觉得演员只能想办法的去好好投入每一次的角色，然后希望观众会喜欢。那我觉得得奖这种东西还是看缘分喽。作为一个演员，你的野心应该是来自于愿意去尝试各式各样的角色吧。我觉得其实有新的挑战的电影我都会非常的乐意去尝试。现在如果你问我最期待跟谁合作，我还蛮想跟苏琪，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，表演很有渲染力，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她合作。